罗河被一只猪拿走了，你的守护精灵在干什么？那是因为我跟他闹着玩，让他睡着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得找到那只小猪。对了，甜心，你把时间静止吧。你在干什么？不许命令我的守护精灵。静止时间的魔法一天只能使用一次。你就是舍不得小气鬼。我就小气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太让人犯困了，先把书放到教室。下课了。